俗话说得好，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今天一个好心的老板说送我两百朵玫瑰花，果然来折一扳手。小伙伴们继续往下看，我准备用这个东西做个好的。我们这个玫瑰花可不是一般的玫瑰花，它是一种可食用的。现在扇一扳手。即是阵阵花香，哇，太香了！我得要掺点水。现在开始拿手吹花，把花瓣瓣别下来，放锅头。锅里再给放个碗。今天条件有限，只能用电，要盖一扳手，开关开启。盖子该加点冰块，热空气遇冷，发生水蒸气是吧？对。啊，我们的玫瑰花露已经在头都在往下掉了，正好的玫瑰花的了，我们用小瓶瓶来装上。一瓶简单的玫瑰花露就做成了，在热天皮肤比较干燥的，再拿出来喷一扳手，好爽，哇，特别补水啊！熬制玫瑰花露剩下的水啊，我们再泡一扳手玫瑰花茶。一花两用，撇脱得很。来，先给它沾一扳手。嗯，有点苦，有点苦。找小盒子先给它稀释下。